为什么不回来？没错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来玩那个三屋斗法大赛，拿三屋来一介绍一下。第一个屋，小曼，请登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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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小曼，你要说一下你身为最强巫师的感言吗？我们来呛声一下，快点，呛观众，快点呛起来，呛他们啊！不用开，你这是麻瓜，我会赢吧？你要说什么？不用开平衡，我可能也会赢啊 ！Oh my god！小妹在练 flag， 听说你昨天练到凌晨三点对啊，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就跟小妹说，那我帮你配卡牌，因为小妹说她不想输，那我就好吧，我帮你看一下，然后我就帮她配了一个卡牌，然后顺便教她怎么打，然后打到凌晨三点。我真的要笑死你，认真什么啦？输赢都有奖品，你干嘛一定要赢啦？我真的要被笑死。好，我下一位法师新卡米卡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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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大家。今天跟我对战的两个人都休想从我这边移走任何一分。你们到底是不是都不想送东西啊？那我们第三个舞姿就是我本人阿娇。我朋友邀请我跳舞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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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吧，各位麻瓜，我今天就让声音来让你们受到伤害。啪啪啪啪，三三啪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前天十月十三号的时候，这个游戏有大更新，然后它有新出了很多卡牌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哦。我们新出的卡牌呢，我已经全部都入手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新的召唤兽，它是雷鸟。这个雷鸟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鸟是我。哦，我以为那是，我想是鸟，怎么会叫这种声音？我想说那个雷鸟怎么会？哦，吓我一跳。配成圣诞老公公。这个雷鸟厉害，就是你放在后面，然后可以帮你场上随机三个单位，然后放盾。等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些新的卡牌是要怎么得到？要氪金还是？不一定，就是用里面的卡片，然后抽。它一抽可以抽五张卡牌。那你怎么有办法抽到？你抽了几张？毕竟我之前也是存了不少卡牌啦，所以就是一上线就直接狂抽猛送。而且这个游戏也是蛮佛的，它也是送了蛮多东西。送那个卡牌，对，它也是送了很多很多张卡。就是如果你有在认真存，不要乱花的话，不要冲动性消费的话，你都可以存到很多卡牌的。下一个是这个麦教授，上次直播我就是手抽直接入魂，一抽入魂直接抽到麦教授。这一次的金卡牌。传说级卡牌，没错，只要召唤麦教授出来，对，那个场上对面所有的账户都会变成野猪，变小猪猪。那你不就有这一张就赢定了吗？也没有到赢定啦，就是它会变小猪猪，但是一下子就会变回来了。然后只要你每次发十张卡牌，然后麦教授就会发动一个雕像，超强金换金。但是我现在打到现在，麦教授好像没成功叫过石像过，因为他一出来就被打死了。因为一只麦教授一出来，会一出来就被激活。好了，然后还有那个更新，还有出一些新的东西，像他有出两套新衣服，第一套给大家看一下，第一套是这一件，这一件是那个，这件应该设计理念应该是怪兽与他们产地里面那个葛林戴华德，就是邓布利多的爱人、葛林戴华德，以他的设计，他那个。拿魔杖那个特效还蛮帅的，是蓝色的火焰。然后第二套是这个迷幻巫物营，就是现在在游戏里面可以直接花330块直接购买的迷幻巫物营，也是蛮屌的。而且只要买了这个衣服的话，就可以获得两个可爱的新表情。还有这里也是新的魔杖，是这个粉红色的雨伞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卡哇伊的。我看很多人这一把、欸，对啊，这一把。这把好像是那个海格的，我记得，他海格是用雨伞当魔杖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卡哇伊，粉红色的，这么大只，然后拿那么 cute 的武器。而且用这把雨伞，那个战斗的时候，你下方的魔力条会变成粉红色的，超级可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牌组有点需要数学能力哦，因为它就是那个 monster versus monster 什么？这个我今天录很久。这个我今天录很久 ，Stuck on Monster vs Monsters。所以你这个，我们这个牌就是用声音来干扰敌方队伍的哦，你们不要忘记了，不要这样子。那边呢？别把我怕。什么声音？哎，我刚听到什么声音？大小啊！什么东西？沙狼石头。沙狼石头。哎呦，很怕哦。
有声音啦、啊！没事没事没事 ，potato 好 ，potato 好冷。potato 好冷。怎么可以这么嘲讽？我的天哪！这个功能让我想玩这个游戏。哇哟！它是福利为流的新卡。它是什么？它是福利为流的。你带什么？你该不会带哈利波特吧？啊，我习惯哈利波特。啊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。你哈利波特应该赢不了福利维，我觉得。而且他是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牌组是那个排行榜第一名的牌组，就是福利维火龙流。哇！哇！超强！他们那个时间开始倒数的话，那个血量都会开始慢慢的扣，也会一直扣。对，看谁先被扣完，所以你这个血量一定要先补好。加油，新卡两只龙了，哇，两只龙，其中剩一只，速用！但是我们的弩月也不是很角色，他那边已经开了一个高级的动物园，要收门票那种，超级多动物。真的真的，这个门票我付，我可以付，可是蛮多蜘蛛的耶。哦，我不要去昆虫馆。啊，新卡啊，新卡你，我闭洞不新卡啊，新卡啊啊啊啊，不，啊，来不及死啊！新卡哇哇哇，恭喜弩友，呜呼，500，帅哦，点数很帅耶，500点。再跟大家讲，这个福利尾流真的很强。啊！谢谢大家。跟各位说，这个改版之后新的那个福利，大家一定要去经济森林拿哦。这个真的很强，那真的是主打。真的，这次的改版的主打就是费力福利为教授。我要去打了，拜拜。真的，现在那个单人大概那个排行榜上面的，应该都是福利为跟史内普吧？我猜这两个在互打，很可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也不要忘记按那个置顶的留言去下载这个游戏哦。